大家好，我是兔子，今天我来参加死亡游戏，看到没，这就是敌人，我要消灭他。出来，原来是条大鲨鱼，你给我等着，别以为游得快我就抓不到你。调整方向，你们看呀，他居然挑衅我，还调整了我枪口的方向，就你还想咬我，起开。哦，水下作战我也不怕，拿命来。就你还想要我的命，下辈子见。让我看看那条鲨鱼在哪儿。哦，我来了，让你刚才吓唬我，现在咬也好看，也不知道鲨鱼肉好不好吃，去你的。想吃鲨鱼肉的请举手，我看看应该来几刀才对。搞定了，让我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装备我能用得上。小伙伴们，这种游戏你们敢参加吗？咦，这是什么？先放起来再说，我猜一定是宝贝，拿来吧。你在水下用它游泳，速度特别快。兔子冲呀！哎，前方出现敌人，正好试试我宝剑的威力，吃我一剑！哈，这把宝剑不错呀，现在归我了。小猴子，我来了，就你还想打中我？去你！我又消灭一个，小伙伴们快帮我记录准确数字。来呀，我不怕你。我来帮你，下去吧。厉害呀，非常感谢。我来上，我们两个组队赢的几率会不错。这个主意真不错， Go go go。 前方有敌人，小心。看我的，哈哈哈，枪法不错。那是， Go go go。 咦，这把枪也不错，现在归我了。打起来了，朋友，我来帮你。就是现在呀，来吧。你也太厉害了，他这把枪威力特别大，你枪法那么准，用它准没错，送给你。这把枪真的有那么厉害？等下期视频我们一起试试它的威力。